阿弥陀佛，我是刚刚列车长号211年923号，瑞芳，瑞芳站哦。今天整头发的号是2044，这里八车江北的线号，花莲的，三天行九安边的环之强号。大家，我想那个马掌门多多对我们大家帮助，来自大家拜拜。亚三天行，九万遍了，讲的，这是第八次，八路八路叫平安叫，上一节第二次元，然后开始感谢。